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已知这个哈等于 k 乘以 c 的二次方取嘛，那我们 k 等于多少？啊，这个是那个 p 四取四嘛，这是排列的。那我现在哈把这写成多少哈 ？c 五五取四个出来排列的话，我就先什么呢？先五个哈取四个，先不要排列，然后四个呢再排列。啊，这一样，这可以写成哈，六个先取四个不要排列，然后再排列，再来排列，这样子。啊，这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，十九个哈取四个出来组合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把这四个哈再做排列。啊，所以哈，左边哈这个可以等于多少呢？这可以等于哈我。P 四取四可以抽出来，哦，取四个出来做排列，哦，四个取四个，等于是四个哈，四个做排列，这是一加 C 五取四，加 C 六取四，一直加，加到多少 ？C 十九取四。好，那 C 五取四哈，实际上等于多大？实际上是等于那个 C 五取一啊，我这 P 四取四嘛。这可以把它写成 C 五哈取零，啊，这个是 C 五取一加 C 六取二，好，啊，接下来这个哈点点点，在 C 七取三加多少？加 C 十九取多少？十九减十四，十九减四了，就十五了，取十五了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啊，中间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帕斯卡定理。或是说那个帕斯卡三角形，叫巴斯卡三角形，巴斯卡三角形它是怎么讲的？它是说那个 CN 哈，取 K 啊 ，K 减一哈，加上呢 CN 取 K 哈，这会等于 CN 加一呢取 K 啊。我就是什么？就是说一二一了哈。一，这加起来，三加起来三，一啊，好，这个的话就是说上面那一列嘛，就是说哈，我那现在哈，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 dn 行哈，这是 dn 行嘛，这 dn 加一行嘛，然后的话呢 ，dn 行的什么呢 ？dk 个，或是再多写几个。一四六四一啊，好，再一五十十五一嘛哈，好，这个假设呢是 dn 行，好，这 dn 行，那这是 dn 加一行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 dn 行的哈 ，k 减一，好 ，k 减一的话加上多少呢？k 啊 ，dn 行的。dk 减一项，好，啊，加呢，那个 dk 项加起来的话等于 dn 加一行的什么呢？它的呢 dk 项，好，这个一的话，一的话这个东西不算数的，这个是第一项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有算数的哈，一二一嘛哈，这个是 c 是吧？C 四取一啊，这个我们这样看好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，K 减一啊哈。现在 K 减一的话哈 ，K 减一现在是二，啊 K 的话是三，啊加起来的话是吧？是那个 n 加一啊，下一个的什么呢？第三项，啊现在的话就这个啊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那个 C n 取 K 减一嘛，它是多少？这是 C N 哈取 K 嘛，这 D K 项，那这是 K 减一项嘛，啊你加起来就等于这一项，这一项是哪一项呢？就是 C N 加一啊哈，啊它有多少呢？一二三，第三项是一二三，三的话现在是 K 嘛 ，K 项，哦，那这个就所谓什么呢？巴斯卡定理，我就利用那个巴斯卡三角形，哦，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的话有这个三角形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就是 P 四取四啊。
这个加这个怎样？等于是 C 六，啊取要取一啊，加上 C 六取二，啊这两个可以合并嘛？加点点点，加上 C 十九取十五，这两个又可以合并，合并成啥？合并成这个 C 多少呢？C 七取二。好，那算一直合并，合并到多少呢？合并到最后哈，这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是 C 十九加一二十嘛。啊，取啥？取十五了。好，像这两个合并以后的话，这个就没有变了。啊，上面这个就加一，就一直合并一分。合并完以后就变成这个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所以我都晓得哈。这的话就变成多少？这个就变成哈 ，P 四取四嘛 ，C 二十取十五。那这 C 二十取十五等于多少？等于 C 二十取五。我就等于，因为我们晓得 n 哈取 k 会等于多少 ？C n 减 k 啊。就好像多少？就好像是 C 一哎 ，C 十取一，它跟 C 十取四事实上是一样的。好，它有这种对称性嘛。好，那所以呢就写成这样子。那写成这样子以后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k 应该多少 ？k 应该就 P 四取四。哦，因为这两个一样嘛，啊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啊，现在 K 的话呢就跟这个一样，也就是说 ，P K 啊是等于多少 ？K 是等于那个 P 四取四，那就是四阶乘啊。那四阶乘的话是四六二十四，所以答案是二十四，哦，这一题是二十四。